信微微博，今天你微了吗？来了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应采儿，元旦快乐。我要醒，我要醒，随时都可以醒。我怎么很想知道？自动。一、二、三。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是圣诞节的平安夜 ，Merry Christmas。今天的晚上呢，我们会有一个交换礼物的环节，这就是我们所准备的礼物了。看看我们装饰的那么喜庆的化妆间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在这里一起度过这个特殊的日子。看看我们欢腾的化妆间吧，圣诞要到了，我们大家欢起来吧！一二三，住啊！钱，我最想花。哎呀，等会儿，什么化妆？卖多？永远那么灿烂，是怕你们真的完蛋。说酒局不好了，哎呦，讨厌啊！圣诞快乐，这是彩虹带来的圣诞树，等了好久啊，大家等彩虹很久。这个是什么？小春跟彩儿结婚的那个卡通形象的 T 恤啊，这是送给我们的圣诞礼物。圣诞快乐！谁 ？I want to。不错，很适合我，谢谢。你抽到我了，你会开心，你可以给小小智玩。真的、哦，真的。真的是什么？笔记本。哦、我的。很适合我，你看，自动点洗手液。我要洗，我要洗，随时都可以洗。我妈很想知道，自动。这是我的礼物。哇，好帅！你是想让我把它骑回家吗？亲亲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吃的是小智送的猪肉干。看一下，每个人都来吃，每个人都来吃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气氛超嗨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拜拜。